别断了线，停下再深一点点，你的微笑太甜，让我不停思念，不在乎距离多遥远，不管用多久的时间，爱是总是关键，我决定勇敢去冒险，要奋力向前，要飞到你身边，电力充满不停歇，只为你的出现，穿越黑夜白天，我们不怕所有的考验，爱就是童话的翅膀，开启飞翔不见不变的关键。以前每次吵架，如果信仰错，他都会主动道歉。这一次他错得这么离谱，我当然要等他主动来跟我说对不起啊。等他？万一他不来嘞？他会来的啦。狗仔怎么会找到我？我不知道哦。要是我爸看到这杂志哦，我还不写遗书比较快。哎，我们同一国，你要帮我。怎么办？我！哎，等我！我前进步了。我爸通常会从我家钻小巷子。出来！右转，再往前三条巷子，左转，书摊呢在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他一定会到这家便利商店买烟。要我们把这条路上所有杂志清空，就搞定了。放手！够了！全部！好，就这样。哎，先别！过来！你这怎么治标不治本嘛？除非你把全台北市的杂志全部买光，不然赶紧走着出门吃饭、开会、剪头发什么的。最好你家今天他朋友没人看见。不会不会啊，他这礼拜只走这条路线，可以啊。鸵鸟，花钱最好就能消灾，不过我没事先提醒。啊！闭上你的乌鸦嘴！啊啊啊啊！哎，连偷拍的照片都算成这样，搞不懂这些记者。帅的照片不用，我喜欢用张最丑的当封面。嗯，你看，隔壁小华脚踏车啦，吼、哦，桶桶，串冰店老板娘都有，连你们前海雷公司的招牌都入镜了，太过分了，都没有我，我还因为他们拍你嘞，他们拍我爸干嘛？你说要找孙凡拍电影？当男主角，不是电影，是纪录片。管你是电影还纪录片，都一样。他不拍，为什么？这样子，我跟你讲哈、啊，那个电影跟纪录片不一样啊。纪录片不需要特别准备什么，我们只要拍他现在的一些生活就可以了。不拍就是不拍。孙董，哈，
我跟你讲，我找这纪录片的资金找了3年了。今天早上有个金主啊，他主动提出要求，他说如果孙凡愿意参加这个影片拍摄的话，他二话不说，资金马上就下来。你以为我跟我儿子不熟啊？他有几斤几两，我会不清楚啊？金主会因为他而拨钱给你拍电影？孙董，孙爸爸，你真不知道你们家孙凡现在是一系爆红啊！说我们这一行的，像你这种拿张导演名片四处天花乱坠的骗子，我碰多了，你请回吧。不是这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们的家族事业不适合抛头露面，没得商量，请。孙董，我啊，把我拍孙凡小时候的纪录片《我的志愿》留下来这边，麻烦有机会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原来你就是孙凡小时候帮他拍片的那个导演呐、啊！就是我，哎呀，你记起我了啊！哈哈，你害我们家孙凡呐、啊，脑震荡住院一个礼拜，我想找你算账已经很久了。啊？哈。他动不动就把当初那段拿出来说他要当大明星，要我支持他哦，还说当初拍片那个导演看准他是个大明星啊。孙总，孙总，随便说说而已、啊、哎呀，你随便说说的啊，你这个不负责任导演随便说说，害他做了20年的白日梦。孙总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就是要生气，我改天找你聊。你不用找我聊，再见。不用再见，我会再来啊。不用再来，滚。什么东西，这什么服务吗？帮我检查保养一下。我刚看外面说进来就送新周刊杂志，哎，我到处搜刮找不着，哎，是真的吗？嗯，是啊。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一本？今天出的。吴国良，哎，阿敏，杂志上说吴国良找不到接班人选，电影快拍不成，哎。拜托，我演他儿子，比他儿子还像他儿子，好不好？看，我们眼睛多像。谁去告诉他，我才是他的救星？哦，想再看一次，对不对？很有天分啊，本尊，求呀，在下孙凡。这本杂志拼命帮你炒作，你也很快就会红了。哎，错，我已经红了。你看，这杂志你只有4页，我6页。你这个小痞子的德性。跟我剧中那个不愿意接班的阿斗儿子很像。演过戏吗？他没有演过，可是他是天才，他最会模仿你那个《杀手教父》里面的经典。《杀手教父》？那个时候你们才5、6岁吧？想叫我上天堂，我先送你下地狱。
写过什么？猪面肥腹，什么玩意儿啊！爸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我知道，明明找人来偷拍，不然这么狼狈的照片怎么会登在封面？这种照片登出来，以后演艺圈没有人会再找我了。爸，你这招够！一天到晚油嘴滑舌啊！有话回公司一起去跟你干爷爷说。早上我跟干爷告过假啦，杂志也给他看过啦。走！他们父子一向都如此，从小就这样啊。被大明星靠这种球样，孙凡你超呕的。胸无大志，完全靠小聪明混日子。完全符合前半段我的设定，他只要演自己就超过80分。这是我们公司的名片，我会叫制片跟他约个时间到公司来试镜。试镜，静姐，妈妈去上班了。嗯，好。那你要不要开你的新车送妈咪去上班呢？我不想出门。那我就自己开走了。没事别老待在房间里头啊。我今天没事也没通告，不想动。方子浩现在对你正在热头上，你就要乘胜追击，老待在家里没前途的。干嘛那么刻意？你呀，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走了。孙凡，我们见。快到你家楼下，你10分钟后下来。我还没起床。那给你15分钟，我计时。你们是在等孙凡吗？你认识孙凡啊？我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要不要拍我啊？切，一定的。我没前面啊。我有很多跟他的合照哦。那你们有听过吴国良找他拍电影吗？
号下午两点有一个小人都叫好的通告。十七号有一个电影首映。啊？出书？他的故事能出书？红红，我晚点再给你，拜拜。干爹，你今天电话还真多啊！这么认真忙着联络客户，我看我们公司终于有指望了。感谢关老爷把彤彤带进公司，感谢关老爷让我遇见了干爹。关老爷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指望一个混球接班，钱还来迟早垮台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栽培彤彤的。干爹，其实哦，经理他很优秀啦，他那……他是我儿子，我会不清楚他。也是。我出去办事。别拿他起来，更不准他出去。爸，这样虐待我，于心何忍啊！养子不教，父之过。不把你带着好好往正路走，将来我到上面，可没脸见你干爷爷啊！走了。干爹再见。哎，孙飞。哎，阿明啊，要出门啊？对啊，外面超多狗仔在等孙凡呢，都在门口。二哥，是我老三，孙虎、孙伯在不在？叫他们到公司楼下来，我要去堵那个骂我是顺便肥胖的狗仔。哎，是嫌我不够惨就对了。啊，对了，吴国良叫你去试镜。不去，现在进出罚跪，再去。腿都要被打断！哎呦，真的不去？他那么爱生气，怕他迟早中风。可惜耶。经理，这是今天来敲的通告。这么多？我看你一片孝心，为了干爹的健康，我把全部退掉好了。光是这些，你就够还欠我的钱啦、啊！不去啊！不要勾引我，这种东西哦，在我没决定改变之前，丢掉。这个通告的钱加起来好多，如果能代替你去就好了。对啊，还有一代巨星吴国良电影呢。对了对了，这本杂志里面有写哦，他说方子浩正在努力争取演出男主角。方子浩？对啊。我去，你也变太快了吧！我趁机报一箭之仇。关老爷，请你显灵，保佑我打败方子浩，夺下接班角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天意啊，方子浩，我来了，你的末日到了。昨天晚上。我重新剪了这首歌，这歌剪成男女对唱更有感觉。我决定把这首歌加在我演唱会的曲目里。会不会太多了？哪怕你再有带上一几条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还不够，我们合唱，再跳一段双人舞。过几天我会开记者会，宣布你是演唱会的嘉宾。嘉宾，演唱会的嘉宾都是邀请很有知名度的艺人，我还不到那个程度。我的演唱会不需要有知名度的人，有我，够了。你对我真的那么有信心？并没有。我一开始安排你练唱练舞。
你必须投注你所有的时间，全力以赴。我会努力的，你对我那么好。我是对我自己好。我不要看到你分心，但是不把你的时间排满，你做不到。关老爷，你白天的时候说孙凡会接到接班的角色，你是安慰他的吧？关老爷，方子浩一定会赢孙凡的，对不对？关老爷，吴国良一定不会选孙凡，他会选方子浩的红。是因为你是孙凡的干爷爷，你才挺他挺到底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彤彤，你看，你为了孙凡跟谁弄啊？买了好多新衣服哎！我还是觉得日本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矮的那个才是最漂亮的，黑裙子最行，也不至于好不好？那么贵。对，干嘛？肚子痛？没有啊。为什么同样的问题问关老爷100遍，答案都是一样的、啊？那就表示大局已定啊！可是不管我跟他求什么，他都会给我，超准！我才不信！笑给你看！哎，问看你们家关老爷，看星爷会不会回头啊？我们感情好得很，只闹别扭，这种事情不用问。感情好的很，那怕什么？我哪有怕？干爷爷，干爷爷，信讲他马上就会回到我身边，对不对？我忘了，关圣定军他听不懂日文。再一次啊！干爷爷，干爷爷，我是说信也真他。一定最后会回到我身边，对不对？我想是因为我们问太多问题了，关老爷不高兴，所以故意为难我们。对啊对啊，你们家关老爷跟你一样，偶尔也是在开玩笑嘛。哦，对，偶尔也要搞笑一下。你是独子，接班是你的责任。爸，现在的企业都流行传贤不传子，你看峰哥、杰哥、海叔哪个不比我撑头？把你的企业交给他们，比交给我牢靠多了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会比老子和儿子的关系更牢靠。爸爸要把打趣的天下交给你。爸，那是你的天下，我只喜欢夏天。我只喜欢夏天，我对你的天下一点兴趣也没有。夏天天下，玩这种无聊的梗。怎么了？不练习了？这剧本太无厘头了，没市场。我看吴国良老了。会吗？剧本还蛮好看的、啊、好看太不写实了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是牢靠的。演戏就得融入角色，你用批判的眼光看你要演的角色，你一定很难投入。我没感觉，我不是戏里那种痞子，等角色确定之后我会跟吴国良讨论改个性。你不能这样，要是只有坏人才能演坏人，难道导演要到监狱去试镜找反派吗？这话很有趣，有说服我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有头脑。赞美人也要这么复杂？
你真的很爱装成熟。我没装成熟，我本来就是。是吗？你明明就是个装大人的小孩。不要叫我小孩。没事了，谢谢你。这是救命之恩，你以为一句谢谢就够了吗？那你想怎样？以身相许。所有男人都是一样的。你通过了我的考验，但要是你答应我，我会立刻判你出局。恭喜你起诉安达。因为你我不行，因为你我在，只要继续加油，你有机会攻占本垒。吴谷良试镜的剧本。哎呦，这些新闻不是据说就是传言，都没有经过证实，不是真的啦。不要看他。可是信讲一直没打给我，以前他都不会这样。他不打给你，谁让你盯着不打给他？如果不敢打电话的话，就赶快看剧本准备试镜，不然又输给方子浩。什么又输啊？我没输。好了好了，大赢家，趁干爹不在，赶快 K 剧本。啊？什么看完了？我好心帮你印，你也看仔细一点吧。而且你的竞争者都是天王巨星，你这种态度啊，到时候丢人是你家的事，随便你。凭什么说我会丢人？我不是很多电视通告 schedule 看，我看不懂，经纪人跟我解释啊。谁是你经纪人啊？我才不会跟不努力又不敬业的艺人合作。爸，妈好，接班生儿责任句号。儿子，妈好，现在切流星传音不传旨句号。夏晴，不拜托，站起。爸，妈好，儿子跟老子没有什么关系，会比这关系更亲密。我要把我天下交给你。惊叹号！你又把凯可给我背起来哦。有空去附近打听一下，15年前号称西门小神童的人是谁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！你只看一遍哎。天赋异禀，你是个凡人，应该不能领会我天才的境界。你既然有这种能力，干嘛不好好念书，去当个科学家或什么家之类的？因为我要当明星，我也只适合当大明星。现在机会终于被我得到。但是，经理，我认为你准备的还不够哎。试镜又不是背书，你应该要揣摩一下角色的心情啊。你懂什么？我去接个电话。奇，干嘛啦？大姐，是快点亮亮我们家亮钱了啦！哥，姐，
起来，进门，出去，把门转进来喽。好。我不否认他是有点实力，但是今天只不过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消息，说是他在你的演唱会上面演出，唱片公司、演出公司和歌迷都大反弹，要是他真的做演唱会的嘉宾，后果不堪设想的。我刚入行的时候，你常告诉我，说娱乐圈啊，就像一个大赌场，敢冲敢冒险的，到最后才有可能是赢家。子浩，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是当初要不是老板跟我看准你是副好牌，谁敢这样下注？啊！现在我看准他，我们一起下注。你负责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，去说服那些投反对票的人。子浩，我知道你现在不会想要听我的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居高要思维。你现在在巅峰，你更是要处处为赢的。你把玉山当作我的巅峰啊，在我眼里看来 K2 才是我的目标。好，我知道你上得了 K2， 只要你愿意放弃那个连阳明山都爬不上去的队友。把队友变强，你要负最大的责任。我恐怕担当不起。我以前的敢冲敢撞的经纪人呢？去把我认识的那力哥找来跟我说话。要看我哪个劈腿的女艺人有好下场呢？更何况心里给媒体的所有印象都是从劈腿开始的。媒体都叫你超级经纪人，把劈腿女变成玉女，证明你超级给我看。子浩，小胖，小胖，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去把少爷下午到晚明天的行程全部取消。又耍脾气回老家。除了老家还能去哪？去拜。午夜醉人的暖香吻。妈，你怎么要请你唱歌？哎呦，阿青说你爸歌唱得很好，所以给我们两个礼拜筹钱啊，哈哈，现在放松一下呗。多少？那两个礼拜之后呢？来啊，换我唱给他们听啊，搞不好钱都不用还了嘞！彤彤啊，你回来啦！啊，周伯的遗产刚回来，爸爸去挑几样你最喜欢的海产回来啊，帮你加菜。爸，有钱就赶快还债，我随便吃就好了啦。没有啦，你在台北就是太随便了，把自己啊吃得瘦巴巴的、啊，像一根竹竿一样。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这个爸爸苦读你，不管晚上要帮你补一补。嗯。少点为花生，我却为爱情。啊！嗯啊！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我的鸳鸯海报。啊！宝贝女儿，因为琪琪说那个打人那个人很帅，所以就把它贴上去了。你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琪琪，快点，快点，姐姐在生气，把它拿下来，快点。哦、好，姐，不要生气，我马上就拆。于又琪，那是我老公你姐夫的优雅美照，你看我杀了你！彤彤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就家里有事临时赶回来的。琪琪，不要打扰人家。哦，我姐遇到她老公了哦。琪琪，你不要乱造谣、哦。我哪有？是你们偷瞄我家海报
夫哎！你等下本回家，你给我试试看。再见。姐夫，你等一下可以带我回家吗？怎么了？我姐说她要杀了我，她说听你的话，你带我回去，她就不会杀了我。走。哎，彤彤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啊，今天中午。嘿，怎么这么巧啊？子浩今天也刚回来嘞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这个子浩忽然间回来，他爷爷奶奶都不在家，我要去他家看看，你要不要一起去啊？没关系啊，不用，我先回家了。好。我来了。童话的边缘，你的笑容远在天边，被乌云遮掩。故事里，长，你终于到了，全世界都在等你嘞！妈，他怎么会来啦？哎。琪琪把方子浩带回来的啊，你公你阿公阿妈不在家啊，所以我就把他留下来吃饭了嘛。哎，我是在替你制造机会呢，啊，你跟着我躲一下。彤彤，你不欢迎我啊？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假崩啊假崩啊假崩啊！琪琪啊，不要差点下来，出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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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鱼很好吃，有妈妈的味道对不？这个做法哦，我是跟你妈妈学的呢。以前啊，你妈妈还没有去纽约的时候，我每天哦都在她家混，要学她的气质。哎呀，只可惜红颜薄命啊。不要讲那个伤心事啦！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呦，来来来，你喜欢吃虾嘛？吼，我们家彤彤说你最喜欢吃虾了。谢谢。彤彤这么了解我、啊？哎嘿，当然啦！你妈妈在怀你的时候啊，彤彤差不多才两三岁啊。只要我们每次碰到你妈妈的时候，彤彤啊就一直摸你妈妈的肚子啊。这种头号粉丝啊，找不到啦！啊，所以彤彤当我的后援会会长，理所当然嘛。啊，后援会的会长，哦，还摆对啊，摆到你当时啊。哦，我希望他可以排到当你的女朋友。妈，还有啦，你呀、啊，从纽约回来读中学的时候，哦，那时候彤彤啊才是奇怪啊。我只要每次啊提到说啊，他摸你妈妈肚子的时候啊，说当初怎么没有把你们两个指腹为婚呢、啊？爸，姐偷喝酒哦，他脸好红哦。我吃饱了，你慢慢吃，我去散散步。啊？阿亮，姐爸。哎，哟。哎，来了，吃了。干嘛泄我的底啊？把小故事讲出来，还指腹为婚嘞，好丢脸呐！彤彤，嗨，这款限量版的海报，我在阿公家找了两张，一张送你。谢谢。哎，你那个护身符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庙公送你的吗？是啊，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说你应该都是用名牌的，没想到你这么念旧。哎，
两天不是要去接班的试镜吗？怎么有空回笨港？我想听笨港的海浪声，所以就回来了。对，之前你还没有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有一次我在海边碰到你，你就说海浪是有疗愈作用的音乐，可以舒缓压力，是吗？我都不记得有这件事了。你真的是这么说的啊？而且你还说大自然很神奇，就像笨港的海浪声，跟你之前在纽约长岛那个什么什么顿 ，Hampton， 哦 ，Hampton， 跟笨港的海浪声居然是一模一样的。你记得真清楚哎！以后要是我出书写回忆录，一定找你当顾问。你不能出。2008年5月号《魅力型男》杂志第121页封面人物专访，方子浩名言：人要活在当下。宁可往前飞奔，也无需缅怀过去。如果你出回忆录，等于是自我矛盾。而且，偶像说话不能出尔反尔。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管太宽了，因为我家住海边嘛。有这么用心又专业的后援会会长，我真的很幸运。以后不管我做什么，都希望你像现在一样支持我，好不好？我会，一定会。现在企业都流行传贤不传子，你看杰哥、峰哥、海叔他们哪个不比我撑头啊？把你的企业交给他们，比交给我牢靠多了。你看，峰哥、杰哥、海叔。他们哪一个不比我撑头？把你的企业交给他们，比交给我牢靠多了。我只喜欢夏天，我对你的天下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选方子浩，方子浩还会市场很强，而且啊，演出还很到位。我也选方子浩，方子浩的可能性比孙凡大，粉丝号召力也强。我也这么认为，难道没有别的可能性了吗？我坚持方子浩。